谢谢，我在岸上看新的帖子啊，这个是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·拉夫罗夫啊，这个大罗夫啊，这个大骡子啊，拉夫罗夫啊，在视频里讲话啊，人家都走掉啊，不听，这是开个什么会？我看看啊。是不是欧安会啊？欧安会，然后说，哎，欧盟对其飞机禁令，无法前往瑞士，只能通过视频连线讲话。啊，一视频连话，其他的外交官们纷纷离开大厅，以示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。哎呀，你说恶心人吗？你说这不？哦，哎，里面还坐着几个人。你说什么玩意儿啊？嘿，哎，有脸！哎呀，这些人脸皮也太厚了，算什么？